大学排名又出炉，北大清华又压港大啦。嗨，今次 GG 啦。唔使抱抱啊，跳出香港话唔定仲有路数呢。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16年世界大学排名，叮当码头的牛津和加州理工学院今年两家学校排名过半，牛津跑出令世界冠军，季军和殿军照顾是史丹福大学和剑桥大学。亚洲代表是在哪里呢？数都落24位，终于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现。29位有中国北京大学，清华低少少，有第35名。如果你都是喜欢本地姜，一哥仍然是 CONU 数到43。不过以后数香港三大的顺序不再是广中科了，次序要调一调。科大成功抢集拎到49名，比去年升了10名。之后先到76名的中大，不过口讲不紧张，实质更紧张排名的 CTU， 在这个 chart 终于如愿以偿了，升了82位去到119位，高过排第192名的 Poly。负责调查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编辑话，香港的大学表现有改善，吸引学院研究资金和研究产量都增加了。看完揀好深水大学未啊？俾心机啦！我睇苹果读，因为一步四行，包埋饮食男女，梗系啱晒识饮识食嘅我啦，系咪？